你怎么像不认识我一样？看你这么穿，我有点不习惯。是有什么不妥吗？挺好的。你又不是没见过。对了，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宁妃好像不见了。自从那次分别以后，就没有了她的消息。我去老地方想找到她，但是也没有只言片语。也许她一时走得匆忙，忘了。不会的。 就算他有什么着急的消息，只要他安全回去了，晚来都会发信号，我们的组织是很严谨的。你还在和他们联系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担心他没有安全到达。他现在武功尽失，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。我毕竟跟了他那么多年，所以你是担心他没有安全回去，可能会遭遇什么不测。虽然他做错了那么多事情，可毕竟还是对我有恩的。 我既然答应过你，放他一马，所以你就放心吧。如果有什么消息，我会及时告诉你。谢谢。此处不宜久留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。你要自己小心。好。小蘑菇，你去哪儿了？师傅，我醒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就出去找你了。那就好，我以为你又被人抓走了呢。 师傅啊，我刚才听见你和一个女的在说话，谁呀？哦，是太后身边的一个侍女。哦，侍女哈，我还以为是云大人呢，最近也看不见她去哪儿了哈。她刚刚辞去了宫中锦衣卫千户之职，应该已经出宫了吧？ 功了，哎呀，可惜了，临走的时候也没跟他道个别啊。对了，小蘑菇，这六王他可知道你是假太监的身份？知道啊，他就是拿这个要挟我的，说我要逃跑，就把我的秘密公布于全天下。但是我不怕，大不了他抓我的时候我回到自宫，爱谁谁。小蘑菇。 我现在警告你，一定要离六王远一点，因为他对你而言是个很危险的人。我知道了，我不怕，有师傅在呢。我有些事情要想想，需要打坐入定一下。哦，你定，你定你的，这打坐呀最好元神了，我在旁边给你守着啊，你定吧。 你定吧，都在吧，正好，都见见我刚刚册封的李妃，皇后，你作为后宫嫔妃之首，以后要好好照顾好她。 臣妾一定会照顾好这个新妹妹。太后，您可得给各嫔妃做主啊！自从那个李妃进到宫中，皇上就再也没有去过他们的宫殿。太后，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太后，先回去吧。太后明鉴，臣妾。 臣妾并没有扰乱后宫之心啊，这是皇上他不听劝，我住口！你竟敢把责任都推给皇上，你什么身份？李公公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回太后的话，李妃，她有喜了。 师傅，雨向荣来了。师傅，
回去跟六王说，云仙荣还在南城的老房子里呢，还在京城。皇上，这就是皇子。 就跟着你了，一定不要暴露他的身份。小蘑菇。 小蘑菇，师傅，你醒了？现在大约什么时辰了？不早了，你看，茶都没有了。我给你倒点茶去。哎，小蘑菇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不是现在这个身份，你会怎么样？师傅说什么呢？哼，我不管什么身份，我对你的态度不会变的。 只要你还要我，小蘑菇，你要记住，以后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利，你也要时刻记住，你是小蘑菇，你是一个心地善良、心里边永远有别人的人。我一个太监，我能有什么权利？我还是给你倒点茶吧。 小蘑菇，我多希望你一直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哎，你在宫中这么久。 不可能只知道这么点东西吧，六王。我承认我之前有看不起过你，就算我现在武功尽失，我也不会去讨好你。你在我这里什么都得不到。瞧你说的，枉你的手下还那么担心你。云香容怎么了？ 云姑娘换上女装，倒真是美丽动人啊！是你，你和宁妃在后宫狼狈为奸，造了那么多罪孽，我还在想，你武功底子也不差，为什么每一次都能让她跑了呢？原来你们是一伙，都是瓦剌的刺。哟。 我劝你还是别动武，我的手下也都不是吃素的，更何况这宁妃在我手上，你若敢对我不敬，那她可就惨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要的很简单，你可以继续跟天木童在一起，就当做没见过我。不过今后她的一举一动，你必须都要告诉我。哼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我怎么可能为了你？ 去背叛他，这宁妃在我手上，还是我直接赐他一个全尸？
之后告诉瓦剌之人，就是因为你不合作，导致他死了。你最好放了他。放不放人是我的事。卑鄙！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，不过我劝你快点，要不然宁妃身上可就剩不下什么东西。等等，这么快就想好了？你先放了他，你放了他，我就答应你。只要你做好眼线，我自会放了他。哼！小蘑菇，我出去有点事，时刻带着感应符，一有事就找我。你看，我给你做了一件新衣服。行啊，小老头儿，挺合身。谢谢小老头儿，不生气了啊。谢谢小老头儿。小老头儿，自从你走以后，这个世就再也没有人再关心我了，小老头。老宝贝，他们都嫌弃你不要你，我要你。陶公公，这个仇我会替你报的。道长，于大人，道长这么急着找我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？我已经确定了，小蘑菇就是曾经的皇子。太好了，皇子终于找到了。哎，那神鼎一定在小蘑菇身上了。神鼎重几百斤，怎么可能？难道是埋在地下了？于大人，这件事情先不过早提及。现在陶公公死了，皇上又遭到了围捕，该如何证明小蘑菇的身份呢？是啊，这个事情是不好办了，找不到证据，暂时还不能对外公布啊。哎，小蘑菇，这么久没见，怎么一下子变成狗了？给我站住！变成狗就应该听主人话。来来来来，二姐二姐，跪下！你跪下！套紧了，套紧了。告诉你啊，狗呀就应该有狗的样子，看你还敢出来害人。这条恶狗啊，可是把它的主人陶公公都给杀了，现在变成老实狗了，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？要是我呀，早就去死了。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，你一个太监痴心妄想宫女，还变成犬妖把宫女给害死了。你给我走啊！走啊！走，赶走啊！走走走走走啊！还
还不走，是不是有脾气了啊？是不是要变成妖怪了？你变，你今天变给我看看，不变我弄死你！来来来来来，走走走啊，走！小蘑菇，师父，他们欺负我，他们是错了，但你这么做的话，不是跟他们一样了吗？一样又怎样？吃亏师父，陶公公这么说，你也这么说。结果又怎么样了？他还不是死了吗？我是个假太监，我就要忍一辈子吗？从今天开始，谁欺负我，就把他打回来。陶公公，两只耳，三小球，四条腿，不会动，干瞪人。两只耳，三小球，四条腿，五道纹。陶公公，陶公公，小蘑菇，小蘑菇，你怎么样？孩子生我气啊，师父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一心向善，可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，有的时候善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错了，小蘑菇，我刚才梦见陶公公了，他一直反复地跟我说一句话，一直在说，好像很重要的样子。他说了什么？两只耳，三小球，四条腿，五道纹。那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千万不要多想。公主，天幕道长到了。公主殿下。天幕道长，好久没见你了，我今天找你可有要事要说。不知公主这么急着找我，到底所为何事？来，你先坐。最近啊，我可闷死了，父皇也不在，我问过所有人父皇的消息，都说还在打仗，谁都不告诉我，可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昨天晚上我竟然梦到父皇了，他坐在一条河的中间，还叫我不要过去。你说人怎么能坐在河面上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你可得给我解释梦啊，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，说不定啊，我还能帮上父皇什么忙。这河面宽阔，寓意顺利，皇上力拔千钧，能坐在河面上而不动，说明皇上是真龙天子，所以我想不久之后皇上定能压倒叛乱，凯旋而归。那太好了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天幕道长，我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是不是也有什么心事啊？你也跟我说说嘛，你看我什么都跟你说了。哼，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只是最近迷上了一个谜语，怎么猜都猜不出来，有些心急罢了。谜语？我最喜欢猜谜语了，快说来听听，说不定我能猜出来呢。
两只耳，三个球，四条腿，五道纹。啊，我还以为是多复杂的谜语呢。嗯，这个啊，我真知道。闻到一股味道，这词儿吗？看上帅哥？你在干什么？我用生命我来给你表演，不演我看你反应。结婚吧。结婚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变帅了。洗衣做饭烧水煮菜都是你来。啊！爸爸。啊！老婆。你碰到流氓了？流氓？啊！混蛋！大混蛋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世彤。你是不是因为钱才爱上我的？谁啊？你哪位啊？志东，你先吃点吃吧。现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吃饭？我可以了解你吗？共同的敌人，云石头。有人要杀你。你应该主动辞去红鼎集团总裁的职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些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们，那我要先干掉段飞。杀！事成之后，嫁祸给段飞。你对云石彤只有任务，没有感情了。段飞，你喜欢我吗？以后的日出都有你，对吧？不一定。这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